大家好，我是香港小甜心。现在呢，在香港的山顶白家道富人区，前面的大豪宅是李兆基家的豪宅了啊，修建了好几年了，终于完工入住了。马上圣诞节了，门口楼上都装饰了圣诞树，还有圣诞气氛的啊。在香港呢，圣诞节是要放假的。之前来拍过好几次啊，那个时候还在修建，看不清楚呢。现在看得清清楚楚，保安工作人员很多。门口有保安人员站岗的。沿着大门往上呢，是可以看到道上停了好几辆车的。到顶层呢，就可以看到三栋独立的豪宅别墅。不知道给不给拍哦，看那保安好像不让拍的样子。哇，已经住进去了。有些什么？有些。哦哦，好好，谢谢。可以拍吗？可以拍吗？保安人员挺好的，虽然不能拍，但是呢，提醒我小心车啊，还是挺暖心的。好了，谢谢大家的支持，喜欢的点个赞，点个关注，来波强力推荐吧，下期见，拜拜。